进攻罗伯特啊，他的罗伯特玩的不比利兹差，你发现没有？朝这里，哎，完了，这个朝他打空，蓝翔刚才是前冲，也是出现了一个动作上的一个变形，怎么办？蓝翔现在血量比小孩领先了超多的，小孩这里应该说没有机会了。哎，蓝翔下盘清退两段之后点到，马上取消。现在积分不如以前方便了，对，好像没有以前方便了。你们可以点开直接下方那个购物袋和小黄车啊，今天刚上新了，上了那个牛板筋啊，特别好吃。喜欢喝酒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下那个二号链接牛板筋啊，49.9两袋，内蒙古的非常好吃，那个牛板筋非常适合下酒。没有吃过朋友，你可以拍一下试试啊。咱们来看比赛，左边是罗伯特，右边是蓝翔，这彻底是小孩的罗伯特了啊，已经是四颗气的。这个比蓝翔应该说完了啊，完了。结果蓝翔又赢了小孩一笔，你猜对了吗？你拍啊，刘总，你试试那个内蒙的，对，这是内蒙的牛肉干，内蒙的牛板筋啊。小孩这个罗伯特感觉。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笔你觉得谁能赢。小孩这里是还是不换人啊，继续罗伯特。成龙打完了还比赛吗？打完了一个打成龙的，那个也没什么难度啊，打成龙也是一个就不用看都知道是稳赢的了。打成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。蓝翔已经拿到了6个币600块了。好了，这场比赛是来自于拳皇98的比赛，左边是小孩，终于有牛板筋了啊！对，牛板筋以前一直缺货呀，这刚以前就是缺货，刚刚货成产能。来自于珍克里斯，对战珍克里斯，这里又打一个一跳，咱们小孩够呛，一跳但是机会要亡了。两边不断的 CD 压制。一个蓝翔直接小跳啊，飞机起跳，一个重拳封了小孩跳崖，那现在小孩只能上鸡鸭射了，这是表气啊。这场对决对于小孩来说压力很大，没想到被蓝翔打到6个币啊。感谢奈德直拉西别三的灯牌。哟，谢谢六种的导师节啊，
然后比较难受，头昏脑胀的，有风拉大气啊，感谢兄弟的支持，谢谢。欢迎娜娜米来了，小姐姐晚上好。欢迎老妹儿。这场比赛蓝翔终于还是没有顶住啊小孩这个奇葩式的进攻，那么现在蓝翔还有两颗币了，给小孩点个赞好吧，给小孩点个赞。欢迎闷三爷，欢迎一见初心回家，晚上好。那这场对局小孩的奇葩者啊建功了，接下来比赛具体开始，小孩来打。阿蜜怎么不说话呀，老妹儿？不要害羞啊！欢迎回家。拍好了，也三啊。对，你可以拍一下牛肉干，拍一下那个牛板筋啊，两样你都拍一拍，看看哪个更好吃。我觉得都不错啊。想在家里玩街机游戏的朋友，你可以点开直播间下方那个红色的购物袋啊，头条西瓜点开下方红色购物袋，那抖音的朋友点开下方那个黄色小黄车。看一下一号宝贝啊，它里面是刚刚升级的，这个潘多拉是又升级了啊，又增加了很多游戏，增加了5000款游戏了，现在啊5000多款游戏了，升级了啊，不是以前的，以前是3800款，现在5000款了，这5000款都是不重复的。它是最新版，是最新版。想在家里怀旧的朋友，找找情怀了，你可以拍一下一号潘多拉游戏机，带了2个摇杆，连到电视上就会玩了。现在比赛是来对小孩对战蓝翔的对决，小孩对齐家社面对是蓝翔的罗伯特。罗伯特平原上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蓝翔的罗伯特，没想到他的罗伯特现在练得这么强大了。来，下面来看一下比赛，来对罗伯特对战蓝翔的真克里斯，小孩的机会。哎呦我去，刚说机会，马上小孩刚才的圣龙没有打全，蓝翔飞掉最后一颗气，罗伯特现在手上2000资源怎么办？海淘一次，下臂狼吞，直接取消龙卷风。那现在蓝翔剩下最后一个币，小孩的飞点局来到了，小孩的飞点局。现在你觉得蓝翔能不能保住最后这个币呢，朋友们？觉得小孩儿蓝翔还有最后一个币了，第一次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，第一次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好吧。凤西回来了，兄弟好久不见你了，欢迎我凤西兄弟回家。克隆覆盖一币挖掘机，
欢迎风雷帝，欢迎始终如初，欢迎大家来直播间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。拳皇九把小孩的首擂赛，目前小孩还有九个币了。蓝翔这里，我们看看蓝翔这里怎么办？蓝翔最后一个币了，大家觉得这一把蓝翔能不能再次给小孩创造一个惊喜？蓝翔啥时候换主力的？蓝翔早就换了，这段时间以来他就用罗伯特。再次展开一场板边的 PK， 小孩的机会来喽！蓝翔的罗克要跪了，蓝翔凹了个乌女风中单脚超炸，但是这次真的是徒劳了，看得出来蓝翔已经是放弃了。这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啊！对，现在对现在。一年半没有播九八 K 了，九八 K 都播了两年了，疲劳了。我靠！怎么会这样？